最近我被要求要控制饮食，但还好我是一个隐形吃货，在挑零食的时候都会挑一些热量低但是非常好吃的小零食，比如说像奥利奥的巧青脆。那平时其实我嘴馋的时候还挺多的，比如说像开工之前、睡觉之前，所以我为了忍住我的欲望，我定制了一个小罐子，就是它。想吃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想把薄薄的奥利奥投进去。虽然它热量很低，不会有负罪感，但是我还是想要存起来，以此满足。现在我的愿望呢，就是从奥利奥变成一个薄的奥利奥。现在到我们最期待的开关时间啦！粉色的呢是草莓酸奶味，然后这个口味我觉得是最少女心的一个。棕色的呢是提拉米苏味，吃起来好吃，咬下去有嘎嘣脆，所以吃起来非常开心。说着说着，我都自己嘴馋了。奥利奥巧青脆，你是魔鬼吗？怎么这么好吃？你们要不要一起吃？一共有四种口味，每种都集齐了轻盈、轻薄、清脆、清爽的感觉。巧清脆，薄的奥利奥，轻到想不到。现在关注奥利奥官方微博参与活动，就有机会被邀请加入巧清脆和时尚芭莎杂志的轻盈大片拍摄，等你来参加哦！